中华新华美学馆为今嘛开始，甲大亚大学造型艺术学系合班，共同策划少年艺术家展出舞台，即个以弦外为主题，由大亚大学造型艺术学系师生共同展出十大工班艺术创作，邀请乡亲下当来观赏。大亚大学造型艺术学系十大领域工班，就是木雕、石雕工坊、泥塑、装置、绘画、金工、陶瓷、漆艺、编织工坊、会展等等十种创作。这次所展出的作品都是在学校老师的带领之下，由大亚大学同学所创作。其中有很多作品都是曾经得到各种比赛冠军。这次受到国立中华新华美学馆的邀请，以弦外为主题举办艺术展。那生活美学馆给我们这次机会，我们很感谢。那我们平常就是在教导同学创作的，因为大爱大学的造型艺术系是一个很设备很完善，师资很结构又非常坚强的。那感谢学校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空间，又有很好的设备。那同学们真的这一次展出来的各个东西都非常的超乎我们的水准，因为我觉得同学们其实也卯尽他们的全力在创作，这个是值得大家来跟他鼓掌的。因为其实我们用弦外这两个字，其实我们是在内，那外呢是要靠大家来帮我们捧场，来帮我们观赏和指教。国立中华新华美学馆推动新华美学，这次跟大亚大学来合作展现十大工班不同材质的艺术作品。中美馆经由新开辟青创空间，透过跟学校合作，提供艺术创作家的表现舞台。未来也将在这个空间当中展现更加多元的风貌，欢迎各界共享盛举，做伙来欣赏这台湾未来新艺术家的作品。新中华新闻，白明林中华采访报道。